近距离接触。我要跟比较晚进来的朋友说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提早开始，因为那个刚刚 setting 接很快，然后 set 好之后我们很舍不得下台，所以就直接开始。然后我今天会唱多一点歌，所以就是请你们不要怪罪我。好，刚刚那首歌叫《还是会害怕失去你》，然后我最近在当导演，就是我自己帮自己的歌拍了一支 MV 这样子，然后找了一些很酷炫的演员，就真的演员这样，然后偷偷一下，其中有一个是我爸。然后他戏很紧张，哎，好紧张，因为他，你知道他自己是导演嘛，然后他就现场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戏他有不同的想法什么的，他都会直接，他也不会讲，然后他就演他自己的。然后我刚想说不行，不要，我要原本的这样，因为我觉得他那样其实很不错，就他也给我一些新的灵感，然后最后就变成。就是我都放任他去表现这样，对，所以如果大家那时候看到那个 MV 里面对他的表现有任何的意见的话，就不是我的错。没有啦，我觉得很棒。然后总而言之，就是我拍了刚刚那首歌，就还是害怕失去你的 MV， 然后最近都还忙碌再把它弄到很好这样子。那到时候上线的时候，请大家就是密切注意，然后多多帮我转贴，就是这样。下一首歌曲，今天那外面有垃圾车，我想一下，那我要唱什么歌来跟他尬？好吧，那我唱那首歌，这首歌叫《城堡》。真的，跟你拼了！好，这首歌《城堡》。
出发一块一块拆掉蛋糕一层一层蛋糕包裹着童年寄望的城堡天空好高好高摸不着星星一闪一闪欢笑唱着没有逻辑的童谣出发一块一块拆掉蛋糕一层一层蛋糕包裹着童年寄望的城堡保护我不受风雨的干扰保护我心中爱的火苗保护我和星星说话谢谢。